台北市长柯文哲他一大早到了大安区的巷弄视察停车格、巷弄标线的规划，看起来是相当满意，还说已经降低了20%多的事故发生率。而且面对记者的其他提问，还是老神在在，直说没有问题。旁边那个停车格都整理好了。沿着巷弄，台北市长柯文哲一条一条检视人行道停车格的标线，看起来相当满意。用邻里当标线规划的单位，整个里一起做，柯文哲认为成效最高。这种标线什么都给他规划好以后，用差不多6个月时间来看哦，整个那个车祸伤亡人数降了差不多20%的，只画一条红线哦。好像那个老百姓都不理他，照停了。所以后来我们就画一些奇怪，中画绿的比画蓝的还有效。柯文哲口误把标线颜色掺进蓝绿，但看看实际市民使用状况，还是有人不走绿色人行道。柯文哲市大运难题更是不论蓝绿都群起攻之，他却老神在在，直说没问题。不用太焦虑的，因为跟台湾一样关系的还有一个团体叫会署，就是世界大学运动会总会。他们都定期会派人来检查他们的进度，所以他们这一切都还在这个英文叫 under control。 还说会先派秘书长跟前市长郝龙斌见面请益下一步。不过几天前新北市府挖断水管没人通报，相邻的北市也不知情。气象专家李富成就在脸书抨击柯文哲一年多来没有政绩，只给市民喝了2次泥巴水。第一次是苏迪勒嘛，那个实在是因为从来没有在进水口那个浊度超过12000嘛，在整个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，所以发生的时候他就因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。不过后来针对那件事情，我们在事后都有完整 SOP。最近就发生一次了，为什么？后来才知道说去挖破水管了。柯文哲说，未来半年喝到混浊泥巴水的危险还是存在，因为台北市地下管线 3D 立体图还要花半年以上。柯文哲当初打着改变成真得来的85万高票，如今因为改变不如预期，质疑声浪是一天比一天大。娱乐 TV 林伟旭、陈亚瑜台北报道。